来的话，一样先分享直播，然后呢，我来讲规则。来，我要讲规则。对，今天的话呢，就是明天会收单哦。然后今天规则就是今天下单的话免运，今天下单免运哦，各位。然后特价品不算，就是今天购买七月商品的免运。对，然后进来先分享直播，一样，今天的关键字是今日购买新品超群免运，然后就可以抽任选。哎，今天有少量、少量的新品。好的，好，有了吗？进来的话先分享直播，嗨嗨，没错，然后就是这样。明天收单，发一下今天的那个。你先置顶。今天就是一样，明天收单。然后我们这次收单就是变成说，商品就不能再追加了，我就是到明天为止，到明天。嗨 ，LIZZ， 对，进来先分享。没错没错。然后连线优惠到明天。就是商品，所有商品都会不能再追加，就是到明天为止。IG 有分享吗？有 ，IG 有。我不用啊，你用那个传那个网址。对，所以今天就是最后明天最后一天收单。对。然后今天下单的话都是免运。对，今天下单免运，除了特价商品。对，新品免运哦。对，今天下单就是免运。然后到明天就收单了，然后因为韩国要休息了，所以就是商品都是到明天追加完，对，就是到十二点，晚上十二点就追加就停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你们看到直播喜欢的，就可以先下单，因为今天下单的话就免运这样子。没错，有洋装哦。对，然后你们脸书这边要打标记两位朋友，然后打关键字今日购买新品超群免运，就可以抽任选。嗯，好，赶快进来呗。我们可以开始了。我先来介绍我这件上衣好了。我这件上衣我觉得很美哎，它是那个有一点点，这叫什么？有点缎面吗？缎面吗？是算缎面的。其实它有点直条纹的那种缎面，对，有点直条压纹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它是很舒服的，我觉得它有点凉凉的那种感觉吧。对，我觉得，而且很多人可以驾驭这种。之前我觉得完全是大家都很 OK 耶，因为它是那个做这种有点连袖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遮那个手臂的肉肉。我觉得只要是一般女生穿这件看起来都会很瘦。对，而且它也是又是可以拉一字领。对耶，这件可以耶，这件很好看，就是你可以拉一字领或者是正常的。对，这样子。有人说想看七月的 bra T 材质，哪一个是我们？那个背心吗？你的那个身上那件是我身上穿的背心吧？等一下给你们看啊，我先介绍完这一件，它就是那种有一点，它其实整件都是很有弹性的那一种设计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件也很漂亮。然后我觉得如果像我搭这个牛仔裤 ，OK， 也可以搭那种就是长裙啊什么的，我觉得也是不太一样的风格。裙子也对对对，搭裙子我觉得也会很好看。这件很美耶，然后它的袖子就是做这种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。小小喇叭袖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它有另外一个色，哦，有三色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有点酒红色，对，还有暗红色，然后还有黑色，跟我身上是比较温柔的那种杏色，这一件其实我觉得算是蛮百搭的款式哎，这个上衣就是你配什么其实都还蛮好看的。那如果你是配那种裙子也是类似同色系，我觉得会很有点像那个。整件式的洋装的感觉，对，很舒服。然后它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然后这边就是有做一点点微微的那个抓皱的感觉。对，像这种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比较肉肉女生完全可以。对，完全是 OK 的，就是穿起来就还蛮凉爽。对，很凉，然后很舒服，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天气穿就是很刚好。对，这样子。然后背面是这样。对，它背面的话就是还蛮基本，但是我觉得前面超好看，因为它可以拉一字，然后就有三个色这样子。对，三个色。对，然后它就是有一点直条纹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它其实上衣的话，它不会到太贴哦，它不会贴身。对哦，它不会很贴，所以有一些女生如果担心说就是比较肉肉的话，这件是很 OK， 因为它没有很贴身。没错。对，所以它其实就是不会让你觉得会显肉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上衣编号N02哦。对，然后裤子介绍一下，裤子这一件呢，我是穿 S 号的。对，它这件它是有一点点男友
男友裤，对，它有一点比较宽一点，对对对，但是它我觉得它的版型很好，然后它是整件都是稍微有弹性的哦，它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舒服，然后它的那个腰围的地方它也是做整圈的松紧，对，它是做整圈的松紧，这一种的裤子的话我觉得穿起来会比较舒服，对，而且它这个是比较薄的料， 对，它是比较薄的牛仔布料，所以我觉得夏天穿的话很适合，对，然后它整件就是有那个松紧的设计，所以这一件我觉得穿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，就是现在的天气穿完就很 OK， 因为现在穿不了太厚的牛仔，这一款它是比较薄料的牛仔，然后它的颜色是属于比较浅一点点的刷色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夏天，很百搭，就是对，而且它是高腰的，对，它是蛮高腰的，对。然后背面的版型是这样，就是它也不会就是宽大到就是太夸张的那一种，对，不是太夸张的那种男友裤。对，因为如果就是太夸张的那一种的话，对啊，我从垦丁回来了，就是如果是太夸张的男友裤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无法驾驭，因为我的身材算比较瘦小的，如果太宽的话，我自己好像也有点穿不太住这样，因为我比较瘦，然后比较娇小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一件的男友裤的那个版型是还蛮刚好的，就适合就是应该是比较大众一点点的身材。对，然后鞋子还有吗？有，鞋子还有，鞋子是上一次我有介绍过的这一双跟鞋，我觉得这双很美，然后还有两个颜色，我觉得另外一个绿色也超美的，还有这个绿色，它就是有一点点那种莫兰底色系的绿。可以啊，也可以系皮带啊 ，OK 啊，就是看你们自己。然后这一双鞋子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好走，然后好搭配。然后它的背面很美的地方就是它后面是做这种有点交叉的感觉这样。然后等一下系这个色，前面是那个方头的，对，方头，后面交叉。对对对，然后这里有双带的设计，这一双鞋就是我很推荐大家都可以买。然后它就是穿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因为它不会太高，然后又是粗跟。所以就是不用担心说，走久了会不舒服这样子。而且它其实超好穿，我觉得因为它的底是有一点点软垫，所以我觉得它穿起来是还蛮好穿。鞋子编号是07087，07087。对，鞋子我是很推荐大家都可以拿这样子。那鞋子白色的话是比较好配，可是我觉得绿色的是颜色很特别这样子。然后你可以系皮带，这个皮带上次有介绍过。它是牛皮的皮带，对，这个皮带是牛皮的，然后就是一个造型的感觉，然后这个皮带质感非常好，我喜欢它这个雾面襟扣的设计，它是做雾面的，我觉得雾面的话看起来质感很好，对，对，这样子，它有三个颜色，很简单的穿搭，然后配一个这个就是很好看，牛皮的，然后这个皮带有三个色哦，对，你是拿大象灰。对，我拿的是这个大象灰，然后它还有个焦糖色跟杏色这样子，对，这个算还蛮好搭配，你穿裙子之类的都可以，而且它是你看像那种雾面雾金扣，对，它是雾金扣，对，就不是那种亮亮的金色，对对对，是雾面的，所以看起来比较低调一点，这个皮带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购入的，我觉得配洋装也很好看，对，搭洋装，等一下可以搭其他的给洋装给你们看，好，再去换皮带的编号07083。好，然后我们下一年的所有的编号都在官网，就是商品都在官网给你们看，超美的，它是那种雾金的，然后是牛皮的，对，然后跟你们讲哦，今天的话呢，下单就是免运，然后是不能算特价商品，就是购买七月的商品都可以，就是免运。所以你们如果有要，就是你如果今天买，如果已经先买一件的话，你其实可以并单，你再就是挑一件的话也可以免运。好，都可以并单哦。然后再来，等一下还会穿到我们那个热销罩衫洋装，最后，对，然后小雨是拿这个。大象灰的雾金扣，然后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超美，就是它是有一点就是不会到太宽版或者是太细的那种皮带，所以这种的话就很好搭。哎，这件好看，这件好看，而且我觉得这颜色很好看，它是有点那种有点卡其色吧，
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显白。另外杏色的话就比较很基本的颜色。对，还有两个色。我这件洋装有两个颜色哦，然后超美，它是那种衬衫式的洋装，我觉得就是也是就是比较不挑身形穿的，然后它穿起来就是比较，我觉得属于有气质，然后文青风。官网下单哦，文青一点点的感觉，然后有还有杏色的。这个杏色就是比较白一点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还有身上的卡其色，它其实有点米白，它比较偏米白，对，比较米白的这个颜色，这样子，有两个色，然后它的扣子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比较有一点点，有点微微的琥珀的那种小纽扣的感觉，然后它中间是有做松紧的腰身，对，那它不是做到特别特别高腰，但是我觉得也算高，所以就是如果你身形比例没有很好，你说我觉得穿这件也很 OK。那娇小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拉高一点点。对，因为松紧带，你可以它松紧也没有到就是紧到不行的那一种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整件穿起来就是第一是超级舒服，然后它的材质很好，它是有一点微微的那种软棉麻的那种。对，就是它有点衬衫，但是它又是比较软料的。出货吗？都是几到几天？7到21天，7到21天，然后现在都是官网下单，然后我们内文有折扣嘛，你们就可以使用免运折扣哦。然后它前面就是这种衬衫的感觉，这个搭帽子很适合啊。我157/41，157/41，对，这件我觉得穿起来就是还蛮有气质的感觉。对，而且它也是那种衬衫领，而且它衬衫透，对，它不会透，然后它非常非常的舒服，有一点点棉麻，然后又比较软料的衬衫感觉。然后米白的话会比较稍微透一点，所以你们就可以穿肤色，穿肤色。米白我觉得也蛮亮的哎、欸，米白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这个颜色也好看，就是你看，而且它这边就是有做那种就是有点抓皱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它的背景也有，对，哎，这样也蛮好看，所以就是他会觉得你这边很漂亮，就是它是那种有一层一层的感觉，抓皱的设计。这个官网是写杏色哦，杏色哪一个杏色？这个是杏色，然后这个我就是奶茶色，奶茶色。对，官网就是我这个颜色是写奶茶色，对，奶茶色。小雨穿的是奶茶色，对，就两个颜色这样子。像这种你就是出门完全不用想就可以直接出门。对，那你像搭个跟鞋其实也好看，我鞋子是同一双，这双鞋我超推荐的，就是穿起来穿什么都可以搭，对，穿洋装穿裤子什么的，我觉得都很好看，而且它会显就是脚板比较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起来脚板很窄。对，就是很细的感觉。这一双鞋是真的很推荐，白色就是很好搭。然后直播会留。对，我们介绍今天介绍的，他们家都是韩国的商品哦。没错，对，这件很舒服，超级舒服的，然后非常的凉。布雷斯的洋装哪一件？有这东西吗？哪一款？你们可以就是编号给我们。好，然后这件的话呢？就是两个色，然后官网有那个长度的尺寸，所以你们如果要看，就是衣服，对，你们可以看那个上。对，尺寸都在官网，对，就可以依照自己的身形去看。鞋子的话，我个人是推荐白色，因为白色还是更好搭配，但是绿色是很特别。对，如果你很多白色类似的凉鞋，你可以选择绿色。哦，对。但是我觉得白色是超级好搭，对，所以我是推白。bra 的那个背心，我是自留黑白。对，他拿两个色，对，两个色，因为就很舒服，很好穿。好，那好，那个，哎，我去换下一套，那你们来讲。好，然后刚才有人要看这个材质，因为这个小雨穿在身上，小雨等一下才会看那个自留、哦。然后他这个的话呢，他上次是拿两个色，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热销，就它是有一点那种弹性棉的材质。对，它其实是有弹性，然后它的那个罩杯不会到太厚，就有一些人不想要太厚，或者是你其实可以搭你自己厚的话也是 OK， 因为它是可以更换的。没有男装，小雨喜欢哪一个色？刚才那件洋装吗？刚才那个我喜欢奶茶色。你喜欢奶茶色？对，他喜欢奶茶色。好的，换一样呢。好，哎，我们是一样一样的。或者是你的腰也太细了吧？我傻眼，不能两个看起来不一样。我是穿蓝色的，怎么？对，我穿蓝色，然后它这件。
个材质，这个材质要怎么讲？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防雨的，就是那个风衣的那种防风的材质。对对对，有点类似防风材质的那一种。然后它这件很可爱，它就是一样，它是有做那个蓬蓬袖的设计，然后前面是做方领的。然后颜色的话我觉得很漂亮，它是有一点点那种雾蓝色，然后我的下面是偏深蓝色，然后它是咖色，杏色偏咖色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两件就是颜色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蛮特别的。对，这个蓝很特别，比较少见到。那如果你喜欢保守点，你可以去选杏色。对对，然后也是防我瘦了吗？好像也还好，就差不多就大概如此这样。他一直都还蛮瘦的。对，然后他有附一个绑带，就是蓝色就是附蓝色，然后他的话就是附同色系。对，他是同色系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是那个孕妈咪的话，其实你可以不用系，就是是另外一种感觉。哦，对，这样也蛮可爱的。对，就是比较，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日系一样。那如果你是绑带的话，就是会比较腰身。对啊，对，而且你自己又可以绑高一点，就是其实看起来会更瘦。对啊，我对他一直都很瘦。小雨157/41哦，你们就可以参考他的身形。然后你看他旁边，他的袖子其实这边就是有做稍微打，这边韩国很流行，很可爱，他就是这样蓬蓬的感觉。对，韩国就很流行这种抓皱的袖子，很好看，很美。然后他是其实是做一层一层，但他没有到做的就是那种很蓬很蓬。对，它穿起来真的是，你穿起来真的很瘦的感觉，因为它是，哦，我知道，因为你是本身腰比较细，对，对，它是一公斤，但它的腰是很细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件本身就会穿看起来很瘦，因为它的那个袖子是做比较蓬、比较宽，对，所以你就会觉得这边比较蓬，然后你这边你细起来就会觉得比较腰比较细的感觉，对，对，然后一样，我就是都是配同一双白色的那个凉鞋，这双凉鞋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购入的这样子。对，洋装的编号07231，我觉得这件蓝色颜色很好看，就是很特别，而且还蛮显摆。我最近很爱蓝色，雾蓝色。哦，对，你上次好像也拿那种东西。我今天又穿蓝色的衬衫。对对，我最近很喜欢这种雾蓝色，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雾蓝色，就是穿起来其实气色都很好看，因为我其实有点穿腻杏色。对。因为你的杏色一定很多。对，我太多杏色，所以我最近就开始喜欢各种雾蓝色的衣服。然后我觉得雾蓝色穿这种颜色，其实穿起来很有质感。对，它这件有一点公主风的感觉。对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它袖子部分，我觉得这件洋装是比较甜美的。对，比较甜美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很可爱，很好看。好，我再来去换。好的。好，然后我刚才讲到这个。对，小雨穿的就很骚啊。然后很骚啊，超骚，骚不是骚，不是那个骚。然后这件啊，他现在你等一下，哎，我给他看有什么漏的，比较漏，有比较透视了。等一下他就可以穿这个，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他穿的样子。对，这件的话，他就是拿两个，我两次都拿。对，就是像，对，这个很舒服。对，像洋装的话，搭个项链其实也蛮好看。像这种的话呢，就是很百搭，但是很好穿。然后我觉得这种的话是比较有分量一点点，所以这种的话是还比较可以外穿的。对，如果你比较薄的，像冰丝那种，你们就会比较不敢外穿。但是这种的话基本上是 OK， 我觉得这个外穿的话，很多女生比较辣的嘛，辣妹风，你就可以其实搭这种，然后直接搭个那种短裤，就可以直接出门。这个，然后你看哦，它肩带也是有弹性的哦。对，整件是很舒服的。哎，这个我超爱的。这个的那个编号是啥？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今年很多很多这种 bra top， 但是其实很多都是垫的很厚的。但其实我觉得平常我就不会那么喜欢穿很厚的，就会怕因为天气很热不舒服，或者是我只是想要就是穿个衬衫搭在里面，那我就是会选择这一种的，就是舒服为主的。没错。对，这个真的超级好穿，07076，就是很舒服的那一种。对，这是可以。这个我就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包色的。对对，好 ，OK， 好。哎，这个是上次那一件对不对？对，你那时候有穿过衬衫，这件衬衫很美，它是有也是那种雾蓝色，就是我今年很爱的颜色。然后我上次其实有穿过了，然后这个你可以就是把它绑一个结这样。对，就是其实这样配，我觉得也超美的。对，很好看。
这个雾蓝超美，它是有一点那种光泽面的，所以我觉得穿起来其实会很有质感，而且它还是蛮透肤的。对，它也是那种透视感的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对，透视感超美的。你今天还蛮有活力。真的吗？我等一下还有一场工作耶。对，他从早到晚。我今天三场工作，厉害。对，然后其实像这个啊，你其实里面就可以配刚刚那个背心。哦，对，对不对？其实就像这种，你就可以直接穿。对，就可以直接穿。但是比较有分量，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直接穿，然后再搭个那种透视感的。你可以穿这样黑色的，我觉得我觉得蓝色配黑色超好看。对，然后直接这样就好像更适合。对对，是不是很好看？有。对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出门，你们可以就是搭这种，然后配这样，我觉得就很好看。对啊，对，像这种就很百搭，百搭款。对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它这个就是一个蛮基本款，然后它是短袖的设计，然后它是有一点点那种雾面，有点光泽的雾面感，然后白色在后面，还有白色，白色，它就是你可以像我刚刚那样绑起来就很好看。好，衬衫那边0710衬衫，我等一下给你们看那个高跟鞋。我先介绍身上，然后还有这一件背心。这件背心它很特别，它是做比较那种渲染嘛，对，它有点渲染，渲染泼墨的感觉。然后颜色我觉得也很适合各种大地色系的衣服。它这个是那个，就是偏比较绿，蓝蓝绿绿的感觉，对。但是它的底色是有点米杏色，所以配上我这个杏色的裤子，其实就很好看。然后夏天穿这样，其实是我私底下喜欢穿的，很简单的话，我其实就是一个背心或是 T 恤，然后配一个这种棉麻的这种小短裤，这种就很舒服，很适合夏天。对。然后里面的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背心，该那一件，对，就是直接这样穿，它露出来也不会觉得很奇怪。对，因为它也蛮细的，所以它其实露出来不会觉得很奇怪。对，我觉得是 OK， 这个很可爱，颜色也很可爱，它是那种有点绿绿雾雾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上衣的编号209，裤子208。对，然后裤子的话，这件我觉得很好看耶，它的版型很漂亮，然后它是棉麻的，而且它的那个裤子的裤头，它是故意做这样子侧边扣的感觉，它不是在正中间，然后它是做那种隐藏式的扣，暗扣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像这种裤子，我都觉得很有质感。背心材质是雪纺，雪纺，我外面这件是雪纺的，它有点雪纺混面，所以它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厚实一点，它不是很薄很薄的雪纺，不是那种很廉价的感觉，它是比较扎实的，扎实就是混面，对对对，很好看，好，好，然后这一件呢就是反了，对对对，就是一直在卖的，对，我刚跟他讲，我还要卖这个，哎、欸，有人还没有买它吗？就是。已经卖几件？700，对，700件，差不多700。对啊，就可以这样搭。搭这种对，就是你其实花色里面是花，比较花一点的话，其实搭这件还是 OK 的。对，好像也可以。对，也 OK。这超美的，这个好就是已经倒数了，就是真的要没有了。我说就是卖到这个月。衣服的侧边感觉有点松，没有，它这件就是故意这样子的。对，这种上衣的话，其实它都不宽松的，它紧的会太辣妹。对，紧的就是辣妹风，这个就是比较韩国的感觉，其实就是这样。因为像里面你其实如果搭那种，就是像我们的那种 bra top 的话，其实就 OK， 露出来稍微露出来也蛮好看的。这样子。对，侧边就是稍微露出来。它就是要这样松松，你穿紧的就是辣妹的感觉了。对对，这件不是那种感觉的衣服。然后罩衫洋装热销很多件了哦，最后数量、啊，对，就是到这个月哦，对，没错。所以如果还没购入这一件的话，可以今天，因为今天免运，对，今天免运就可以赶快买，对，这样子。对，今天购买新品的话都有免运哦，然后折扣码在内文，嗯，对，然后裤子的话没有分尺寸，因为裤子的话它是后松紧的。对，它没分尺寸，后面还有一个蓝色，然后它是下摆是做宽宽的 A 字，所以其实看起来会很显瘦。然后我觉得它搭配什么衬衫之类的都超好看，就是夏天我觉得这种短裤 A 字的这种棉麻短裤绝对是必备。如果你还没有购买的话，是这件是很 OK 很适合，因为夏天各种衣服、上衣、衬衫、背心都可以搭这种短裤，它很实穿，然后又不会很闷热，就是它很凉啦，因为它是棉麻的。然后看起来很瘦，因为它是 A 字的。对，背心有2件88折都有、哦，到明天为止。然后裤子的话，你看它像裤管啊，它比较像是那种裤裙的感觉，所以穿起来还蛮瘦的。它有点裤裙的感觉。对，裤管比较宽一点的。对，可以看起来很瘦，很好看。好的，好，我再换。
后面那个裤子还有蓝色哦，裤子的编号是 N08。对，裤子是 N08 哦，就像后面。然后像你看哦，像搭，我觉得搭那种裙子啊，长裙的话配罩衫超美的。这个就是必买款 WKE2。好，然后就是裤子的话呢，这也是热销。我们这次的热销裤子的话也蛮热销的，就是杏色跟蓝色，其实很多蓝色也买蛮多的。哎，是哪个颜色比较热销啊？对啊，蓝色。蓝色哦。对。对，然后杏色的话一定就是比较百搭。刚刚的背心是白还是米白？再给你们看一次，它是白色哦，这个嘛，这个它是白色，对，这个的话是白色，然后跟黑色，这一款的话就有两个颜色哦，黑跟白，这个也有88折，裤子能拉到的尺寸都可以穿到 L， 因为那个可以拉蛮宽的。裤子的背面，好，等一下给你们看。好，我换了另外一套，这个上衣是有一点点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它是奶油色，它这个纹路要怎么说啊？有点透透，它是有一点点镂空布蕾丝的那种布蕾丝的感觉，对。然后它这件也是，我觉得也是很适合，就是手臂比较宽的女生。嗯，对，因为它这边是做宽板肩，然后又是方领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的那种蓬蓬的感觉，就很可爱，然后也很百搭。对，然后它后面的话，它也是有绑带的，对，就还蛮可爱。其实像这样穿牛仔裤也 OK， 就是更简单的搭配，对，就可以搭牛仔裤。对，然后我现在下面是配那个比较宽裤的感觉，也可以这样热销宽裤。对，这个宽裤非常舒服。对，垂坠感又超好、嗯、然后其实可以就是扎进去，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看的。然后他每次都这样，上衣编号是 N03， 然后宽裤编号是07089。对，哎，我这样给你们近看上衣，它的纹路是这样，就是它有一点点布蕾丝的感觉，这样子，然后很可爱，然后还有这样子橘色，我觉得这个橘也很美，它是有点南瓜色。我觉得其实三色都很可爱，对。然后这个衣角是我拿的，对它其实，哎，我觉得橘色其实橘色夏天的，穿起来很白，对，很夏天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蓝色，蓝色水蓝色也是很可爱。对，像这种的话，我觉得都还蛮基本款，对，就是好搭好看的基本款。而且这个也是蛮不限身材的，对。然后像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你搭宽裤，你其实也可以扎进去，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看的。就是扎高腰的，对，也可以。我扎进去给你们看，好了。再给你们看一次蓝色，然后它后面的话，它就是做那种有点交，哎，它不是交叉，它是就是有点交叉绑带，对，它其实是就是绑蝴蝶结那种，是 OK 的，就是两个交叉，对，它有两个交叉，你就可以绑起来，也可以，可以寄到美国，可以扎进来，扎到裤子里面穿也很好。刚刚裤裙你有夹吗？刚刚那个短裤有，我有夹，因为我是 XS 的，基本上它的正常 S 都可以，它的所有他穿的所有几乎都要夹，所有都要夹，几乎所有。对，这一件裤子我没有夹，但是你看它还是松的，因为我的腰很细。对对，它就是41公斤，但是它的腰更细。对对对，就是22左右而已，所以你不是21。212就很，我的腰是特别小，所以我还是得夹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像宽裤，然后小雨是157，我觉得这件宽裤其实也还 OK， 就有你穿的话就比较落地一点。落地，但我觉得落地很好看，但是配这个跟鞋就完全 OK 啊。对，配跟鞋完全可以，就很好看，而且我觉得看起来比例会很好。对，然后它后面有一点点松紧的，对，它也是有松紧，而且我觉得它颜色啊，它是有一点点那种芋头灰色配有点芋头色的感觉，对，灰灰雾雾的，就是很特别，很好看。对，然后宽裤的编号07089，超舒服、哦。然后它这边是做比较宽一点的设计，对，比较宽，所以它穿起来是非常高腰的感觉，而且穿起来超瘦。然后它打折这边就是做那种有点边打折，这边有打折，对，不会到太立体，然后是很有垂坠感的，这样超好看的、欸嗯，我觉得这样扎起来更好看，对，很美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扣子，我觉得它也是做有一点那种，就
怎么讲？渐层的感觉，我觉得有点那种很像大理石。哦，对对，大理石大理石的那种纹路，然后是雾面的，对，就很好看，比较高级一点。裤子一个色吗？对，裤子只有一个色，热销，这件是热销，超舒服。它其实本来是随便给我，然后就拎着卖，然后就说超好卖。对，就这是选选有拿那一件，对，就是选选拿那一件。对啊，这件很好看。这件超美，版型也很好看，很舒服，穿起来知道版型超美。对，裤子的编号是07089，所以你们就可以官网看哦，看价钱。好的，越南然后国外的都有哦，有考虑男生的？没有，没有男生。没错，好，好，我换下一个。好，然后这个刚才有人要看短裤的丽娟。这个后面的话，它就是做那种松紧，对，它是有松紧带，这个可以拉很宽，我来拉给你看。瞧，对，它这个松紧的话，穿到 L 都 OK， 它可以拉蛮大，你们可以看官网评量，可以拉超大。好的，我换了一件上衣，哎，你们看得到我里面的那个？对，看得到背心。背心就是这一款，是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买，因为它真的超级舒服的。上衣的话是特价品，裤子不会透，不会透。对，然后它是灰色，因为我里面是穿黑色的安全裤，是不会透的。然后上衣的话我觉得很好看，它是那种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卷边，然后我觉得它很有质感，它边是做有一点还有这种网纱的设计，然后它这个地方的材质它是故意做有点皱皱，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质感很好，这感觉就是放在贵贵区的那种。没错，对啊，很好看，那就是贵贵区的特价。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一些很简单的 T 恤，然后它是做透肤，但是它又有一点点微微的这种小设计，但是不是到太夸张的设计，因为我会觉得这样会比较有质感。对，而且它这个有做那种立体线，就是车工立体车工的感觉。对，有那种立体的线，就是很有质感。下单直接到官网下单就可以了。没错，然后这个数量有限哦，这边好，很美耶。然后它这边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点线条的设计，对，立体车线。然后它这个，它这种其实配网纱通常会吃，但它这种材质是还蛮软的，所以这个网纱是不太会吃的哦。嗯，对。然后它其实下摆也有做网纱拼接网纱的设计，而且其实像这种背心，就是一定要搭里面这种 bra top， 对，你就可以直接看到里面，就觉得很性感，就是白色这样。然后它的下摆一样，对，它下摆蛮美，它下摆就是一样，是做一样这种拼网纱的设计。对，然后像你们如果可以搭上衣，也可以搭牛仔裤，对，或者是短裤其实也 OK，都 OK， 对，它很百搭，而且很舒服。对，然后里面就是配这个 bra top 这样。上衣是 M05 哦，数量有限。然后小雨是穿杏色、嗯，对，然后它有其他色吗？没有，它只剩杏色。哦，剩杏色哦。对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材质就是比较透肤，然后是有弹性的，对，有它是有弹性，然后它就是微微的，就是弹性，然后会透这样子，而且很有质感，我觉得超有质感，很好看。这件买到赚到哎、欸。对啊 ，OK， 好的，我再去换。好，然后再跟你们讲一下哦，内文有折扣码 ，IG 那边有标折扣码哦，就是内文有折扣码，你们就可以使用。今天下单的话，购买新品是免运。好，然后你们刚才要看的，哦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有口袋，我现在才发现，这件的话是有口袋的哦。对，它那个是裤裙，就是有点像是裤裙的那种感觉，它其实是裤子，它是有口袋的设计。好，我再给我一次短裤的编号。N08，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超级百搭的。好，再给你们看一眼，这个 WK12 就是这样配，这就是洋装，可以当罩衫，可以分开穿。然后人家说这个很像性感睡衣，对，其实这个可以当睡衣穿，这样子，罩衫洋装。好的，又换一件。哎，这件上衣我很喜欢，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很简单的 T， 然后他们说今年流行这种、就是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其实每一年都会有类似，而且这件很贴心，它这里也没有太紧。嗯，对，因为像这种如果也是做太紧，也是超显胖的。这件不会，而且它的料子不是那么的莫代尔棉那种。如果是莫代尔棉，然后这里又贴的话，你就是太薄，看起来真的是很肥。
除非你真的很瘦，当然 OK。但是我觉得一般正常人的身形，或是像我们女生这个手臂一定都还是比较肉。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点点空间，看起来才会显瘦，就不要让你整个人都太紧的感觉。然后它是撞色，我现在穿黑的是配白的，然后它还有杏色跟蓝色两三个颜色，三个色。然后杏色跟蓝色都是滚那个黑边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是不是不会到太贴啊？它不会太贴，这边也不会太贴，而且它是有坑条，所以你就是不会觉得说整个贴在。对，它有坑条纹，我觉得很好看。长度的话，官网都有尺寸哦。对，上衣的编号N01，它有，而且它是这个配一个那个牛仔裤，牛仔裤也很好看，就很好看。对，因为它是比较短版的设计，它不会到很长。对，对，其实我觉得这样搭，哎，搭杏色好像也不错。就可以这样配，这样配也很好看，就是还蛮基本，但是韩国就还蛮流行的，我觉得这样穿就很好看。对，然后而且它就是有一点小设计，对，然后给你们看看它的那个纹路是有一点坑条的设计，对对，很好看。对啊，我觉得看起来蛮高雅的，它不会很然后黑，因为有些人觉得滚边会不会很运动，这件完全不会，我觉得是它的版型设计吧，就看起来是有点气质的感觉，有气质的样子吧，对。然后又是撞色，还是说我戴珍珠耳环看起来很高级？自己讲，笑死。对，对，而且它像这样子，我觉得搭牛仔裤就是另外一种风格，很好看，好笑。然后上衣的话呢，我觉得它是偏短版吗？还是中长度、啊？正常，我觉得。哦，对，它好像中长，我觉得算蛮正常的，不会太长。对，好像这样子，你们就可以看得到它的长度。官网也有详细尺寸。它不会有点热，不会，它不会热，因为它也不是针织，它就是，我觉得是夏天气穿得住的啦。对，然后它也是有弹性，它不是那种针织的感觉哦。对，它不是那种粗针织的那种感觉。而且像它的那个这边，它是做的比较挖层比较侧边，所以会觉得你的那个肩膀好像窄一点点，比较瘦。对，裙子的编号。这上次介绍过，我们再搭一次给你们看。可以配牛仔裤，好，等一下牛仔裤很好看，06040就是搭裙子也很美，而且露锁骨就会很瘦。对啊，穿这件感觉很好看耶，很好看，就很简单，很好看。然后裙子是旧的咯，对，这个就是追加款，有你穿新色两次吧？是吗？对，哦，有很多类似的。裙子也是必买的，它是有点像一片裙的那种一片裙，然后它就是从那个侧边。可以绑一个结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小雨换那个牛仔裤给你们看。好，那不要换新色的。好啊，那我再给你们看蓝色。蓝色，它这个是蓝色，然后也是滚黑边，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的话是还蛮有弹性，而且它这里其实我觉得它不会到整个是太贴，因为到太贴的话，它会整个变成这样子，它会大概缩成这样。所以它其实穿起来的话不会整个是这个很合的，然后又有弹性。衣服编号 N01 哦，这件是 N01， 我觉得这还蛮好看的，然后就是有那种细坑条的纹路，那我觉得它是可以拉一字领的感觉。对，其实这样穿好像也 OK。 好，我穿牛仔裤，对，配杏色，哎，这样也很好看，哎，就是简单又好看，好像也是 OK 耶，哎，这样也可以耶，对，可以耶，这样也很好看。其实可以拉一点衣字，哎，或者是你这样子拉鞋垫，鞋尖，鞋尖也可以，嗯，这样也可以。对，上衣 N01 哦 ，N01，近看黑色，近看黑色，黑色在那边，黑色，黑色是白边的 ，Hello Sugar， 我朋友，黑色，对，黑色是配白边，对。就很，如果你要很瘦，你就选黑色，对，然后杏色就是比较基本色然後。但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，就是因为它是有滚边，所以就不会觉得太无聊。对，很好看哎、欸，很好看，就我会喜欢的无聊衣服。对，感觉你会喜欢。对，然后就配个牛仔裤就很好看，这样都可以直接出门的。而且它真的不会太紧，就是你看这边都是比较松的、嗯，所以看起来其实反而会比较瘦，就不要一直追求要合身、紧身，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毕竟没有那么瘦的话，就是这样穿反而会比较显胖，你反而就是哎，你看它露了锁骨就会瘦瘦的，那这边也要有点空间，肚子这里也要有点空间啊，这样子。对，这样子的话感觉会更瘦，对，就有一点空间感，这样很好看。
杏色会透吗？稍微、稍微稍微，你可以看我里面是穿白色的那个 bra T， 对，还是这样子，它是稍微会透，看得到。但是我觉得透的话是好的。对，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感觉，黑色比较优雅。嗯，对。哦，黑色比较优雅。对对对。哎、其实我觉得像这样搭裙子，其实就变得不一样的感觉。或是配高的短裤啊。对。短裤也 OK， 基本的短裤也可以。也很 OK。对，黑色也蛮好看。我是喜欢黑色啊。对，黑色。我觉得黑色穿起来很好看，很不知道为什么，很有质感。还是你最近比较喜欢黑色？对啊，我最近很喜欢黑色。可以拉出来看长度吗？好啊，好。长度是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很正常的长度。哦，不会到，它其实也不算短板，它就是正常，就正常，就是很正常的长度。对，可以近看吗？近看，好。对，它就是有一点坑条纹路。嗯，它不是全素的哦。大概有点坑条纹路，有点坑条这样。好，好的，我们再换下一个了。好，再给你们看一次蓝色。蓝色跟黑色，我觉得黑色比较好看。来，这样，我觉得黑色滚白边超显，很显亮哎、欸。就本来黑色的话会比较无聊一点，但是就是它有滚白边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嗯，非常好看。你看，它要滚白边，短裤杏色会透吗？不会耶，我觉得它这个材质不太会透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一点点啦，还是会一点点，比较薄。肤色的，穿肤色其实 OK， 像这样配也很好看。对，你就可以其实这样配上衣，然后搭这种短裤，会看起来超瘦。因为裤子的话，它就是裤管比较宽，然后其实配这种紧身上衣，然后你穿高腰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肉遮进去。就很美，黑色，这样，我看，好，点点白你还没穿过，哎、欸，我上你上次穿另外一个色，另一个色，对，新色，白色，对，这个上衣好可爱，短版的，是新款，短版的，然后它下摆呢，它就是有做松紧，然后这个松紧就做比较紧一点点的，所以它就是会可以让你穿的特别的高腰的感觉。这件很可爱耶，而且看起来好瘦。对啊，它穿起来超瘦。你表妹这个应该可以穿吧？这个很有弹性，这个弹性很好。对，这个很有弹性，很有弹性。然后这件上衣很可爱，然后它有别色吗？没有，一个色，它就一个颜色。对，这样一套很美。它这个有点是粉肤色，对，它有点粉。对，它是粉肤色，它虽然有点杏色，但我觉得它带一点粉的感觉，就是很好看。嗯，对，然后很提气色，然后它也是做比较棉麻的材质，这边有做抓皱，然后前面呢，它这里就是做有一点点心形领的那种感觉，爱心领这样子，很好看。然后配窄裙，像我这样配这个窄裙，我觉得就很适合。对，然后像这件上衣的话，我觉得它这边啊，就是有做稍微就是松紧带，对，对，就是其实松，对，或者是配刚才那件宽裤，然后也可以配裤子也可以，对，再搭宽裤来比一下，我觉得像这样搭也很美，就是配裤子、配宽裤也很好看，对，因为它是配裙子，完全不同的感觉。哎，对啊，就是裙子的话是比较优雅型，然后配裤子就比较休闲。比较休闲，然后这件上衣它也是做那种有点往上抓皱，所以它感觉还蛮，而且会让你的比例看起来更好。对对，然后这边一样就是做比较公主袖的感觉，这样。对，这样真的很美，而且这样会觉得腰很松。对，因为它这边就是做紧，它这边的松紧是做的偏比较紧的，所以它可以给你就是抓的牢牢的，它不会往下坠，看起来没精神。这一件就是看起来是很好看，然后配一个高腰的这种窄裙。鞋子有啊有啊，鞋子是有的哦，鞋子有鞋子的编号，这个鞋子我很推，一定要买07087，超好看的。尤其我觉得像这种窄裙就很适合这一种，凉鞋。对，这样哎、欸，这样就很适合，比较优雅，啊、比较优雅。然后你就露那个小腿，就是细细的感觉，对，这样很好看。小雨15741哦，一样41，嗯，还是大家觉得你今天是不是变瘦？有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一样41、啊。对，他一样41哦。对，然后这种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，他也对，因为他就是有袖子的、就是你不用担心那个对完全不用担心什么的。
然后这种的话也是让你有一点 V 领的感觉，对，穿起来比较瘦，很瘦，很好看耶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裙子，我上次是穿另外一个色，对，我上次有穿这个绿色，在我家，对，我上次穿这个绿色很可爱，然后它还有白色，白色就是比较基本，白色就是白搭基本，然后这个绿，这个它是有一点那种芥末色，我觉得它就是很活泼的感觉，然后白色就很好搭。裙子的编号，裙子的编号是07090，07090，上衣编号是07230，然后上衣是07230，而且我很喜欢穿这种窄裙高腰的，对，窄裙，我喜欢穿这种高腰的，有点那种中长的窄裙，我觉得女生穿这种裙子都很好看，都很有气质，对，很有气质。然后你就算不穿这个凉鞋，你配那个小白鞋也是我平常很爱穿的风格，对，比较休闲一点，其实有。那如果像我比较像跟我一样比较瘦的女生，我自己是都会拿去再改，改窄改合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像这种裙子啊，它就是很简单，然后你看它有点点，你其实配一般的白 T 不错，或者是黑色的素 T， 哦，就搭素 T 其实就很好看，对啊。而且这也可以配我刚刚黑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可以。对啊，你就可以这样，像搭这种。在里面这样就很好看。那如果你要休闲，你就配那个小白鞋这样子。对耶，哎，这样也很好看，而且很优雅。这件上衣我觉得很推荐。就是嗯、上衣跟像这种版型的裙子都是我还蛮推荐的，很美。对，然后裙子有分尺寸哦 ，SM 两个尺寸，很好看。而且如果你是那个大腿比较有肉的女生，我觉得超适合穿这种窄裙。对，像这种就很遮，因为它就是露出脚比较瘦。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大腿很肉，你就不要再一直想要穿很短的裙子或短裤。其实你穿这种，我觉得反而比较有那个曲线，然后会比较有女人味这样。对，也比较瘦。好，我再去换下一套。好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不要换这个色。好啊，那你要穿什么？好，然后直播剩最后倒数几套，所以你们赶快就是，有关键字今日购买新品超群免运，然后今天就是内文里面 IG 内文也有折扣嘛，你们就可以使用，就要看那个折扣码去使用哦，就是今天免运下单免运新品。好的，换了一个，这个好可爱哦，我头乱到一个爆炸。这个是那个格纹小格洋装，这个好清新哦。对，就是比较夏天，就是、很小清新的洋装，夏天的感觉。然后它后面是松紧，它后面是那个哎、欸，就是马甲松紧的感觉。对，但它不会很紧，没有紧到不舒服的那一种，它还是有空间，但是它就是有抓一个紧度在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它这个绑带就是肩带部分可以自己调整哦。对，你可以自己调，它就是自己绑的那种设计，很可爱耶。而且它前面这边的版型做得很美，它是有一点这样的弧度，这样子，不是完全是平的，所以它看起来就很高级。然后这边有车线，有一点点微微小马甲的感觉，但是不是到太紧身。对，洋装。然后它这种的话，上面也是有就是做包边，包黑边，包黑边很美，很美。然后后面是这样，有点马甲式的松紧的感觉。然后这件的话，穿起来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可以搭这个，你要搭哪一色？都行。好。对，其实就可以再配个腰带，如果你想要更有腰身的话。对。洋装编号是 N07。洋装是 N07 哦。这个很清新小少女。对。像小雨腰比较细，就可以这样绑。对，绑个腰身，我觉得更好看，但是腰更细。这个黑色配这个米白色的，很美，很好看。对，洋装编号是 N07 哦 ，N07。对 ，N07。对，然后再配个腰带，然后就可以配白色的腰带，我觉得也超美。嗯、然后这是奶油白色哦。对，这个腰带很方便，其实。对，腰带的话就是整个有腰身。然后裙子其实它腰身，我看一下。它有微微的抓，它微微抓一点，但没有到很夸张的那种，不是真的很紧的。然后它其实就是后面有这样松紧，就是微微的，但是又不会到太夸张那一种。
种。那可以搭上我房子，很好看。大家看我的照片就可以了。好像也可以，哎、欸，这样也可以，好像也可以。对啊，超好搭的。就是你其实里面是格纹，你搭外面搭我们这件罩衫也完全可以耶。对，这件真的超百搭、啊、，WK12 哦，罩衫洋装，因为它就是完全透肤的设计，所以你其实里面如果花色很重的话，你其实外面是透肤的，其实没什么差。好像还好。对，就是都可以搭。它的替换率蛮高。对，就是可以换很多件、嗯。然后这件洋装再跟你们讲一下，它的那个就是这边就是可以自己。绑的，对，你可以高一点或是低一点都 OK， 对，它是可以自己绑的哦，自己去做调整。然后我157穿长度就大概脚踝，哎，这样很好看呢，很可爱。对，凉鞋可以搭到底，对，好，再跑的，黑色跟点点对，然后你们就是今天脸书这边就是有关键字，关键字的话就是抽我们的任选，然后今天下单新品就是免运，内文有折扣码，赶快去使用哦。然后连线期间到明天晚上12点，然后就要开始就是无法追加，因为韩国要开始休息了，我们也要开始等休息。对，所以所有的新品都是明天最后一次追加。好，最后一套，这个刚刚的上衣跟裙子可以这样搭，很好看呢、欸，是不是这样超好看？你一定要拿黑色，我觉得你这穿这件很好看。上衣，我觉得我推黑色，穿起来真的很有气质，然后配上这种窄裙就很好看。对，价钱都在官网，价钱在官网，黑的很好看，我觉得整个超优雅，就是你配点点裙也超美。对啊，配点点裙，然后配这个跟鞋。对，因为它上衣如果黑色的话，它完全不无聊，因为它这边就是有小点，而且就是这样都有搭配到黑白色系，这样很好看，超美的。再给你们看一次杏色，对，杏色，然后蓝色，还有色，我觉得三个色好像黑色很美，黑色很有气质，还有蓝色，蓝色，就三个颜色，三个颜色哦，对，对，三个色，嗯。然后它也是那种前 U 后 U， 对，对，它前后都是一样的。我喜欢这样一整套，对，这就是我平常会穿的东西。对，然后你就是会搭个小白鞋，会搭小白鞋，对。但你要这个约会啊，或者是什么餐厅吃饭，你可以配这种跟鞋，因为这个跟鞋穿了也不会累，所以是 OK 的。没错，超美的，很好看。对，而且它这件是稍微有一点五分的，对，好像是，它是稍微就是那种五分，然后就不会很紧，这样很舒服，超美。好的，然后我们今天直播所有的商品都有在官网哦。对，然后今天下单都是免运，然后追加到明天收单，对，所以就是明天之前都可以下单，马来西亚也可以寄。对，今天下单就是免运这样，所以你们可以把握一下。今天是你刚刚如果前面没有看到，你可以再看回放。没错，对，好，所有商品都有在官网喽，各位，拜拜。